有没有看到那个国家级珍宝？有啊，吓死人！收到的时候在干嘛？收到的时候刚好要弄头发。我在车上，也不能干嘛。我有没那时候想？我觉得那个是一个，就像南北韩现在的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北韩也试射，南韩也回复，那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操作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还好，因为他们一定要做点表态。三号位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我如果说要，你就说他投死，然后就要担心。那是最有吓到。有啊，因为我到收到那个讯息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也不知道要发表什么意见，就是表态，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立场跟态度，但是我们中间的沟通只要能够顺畅就一切都没事，就这样。是人的心到位了，是不是缺口不足？我现在重送文策院，我这两天在弄案子，所以应该是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因为就增资一点点，然后我们股东再多一点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中保就是我本人投资我自己，有可能他有跟我说了，所以我很感谢。是中保的老板，他有跟我说，但我还没跟他开口，但是我会把这个放在我的预算里面，等我一切都弄好之后，我会跟他报告。应该会今年年底吧，因为我希望是冬天。因为我们会跟韩国演员合作，所以我觉得冬天的衣服似乎会比较符合那一种美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国家级珍宝？有啊，吓死人！我收到的时候在干嘛？收到的时候刚好要弄头发。我在车上，也不能干嘛？就有那时候想。我觉得那个是一个，就像南北韩现在的问题嘛。对不对？北韩也试射，南韩也回复，那就是一个政治上面的操作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是还好，因为他们一定要做点表态，这很正常。好，我不要多说，我今天是娱乐的，我不要扯淡。但是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他因为这是一个态度的展现，我觉得理所当然。你是三号位？看看看看吧，对。我如果说要，你就说要投死，然后就有胆子，那我就有胆子。我问你啊，不行啊，不行。那我过年有什么安排？就是陪陪家人哦，老样子，我也只能这么样吧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年就待在家里。因为我刚刚说，就是我这十年来第一次，我十年来几乎每一年的元旦都在工作。然后其实我因为这部戏 delay， 要不然我也是在拍戏。那这其实我还在适应这个空窗期，然后我在整理我的情绪，然后整理我的失去跟我的获得，所以我这段时间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思考一些哲学性的问题，也蛮好的。那